大家好，我是胖姐。有很多新关注我的粉丝不了解我的情况哈，说了一些就是不理解的话吧，这个也很正常。有人说我找老金呢，也是为了图他那两个退休金，或者是图他长得好看。再一个呢，有的说，哎呀，你是为了人家帮你养儿子、养孙子，怎么地的。因为说实话哈，我跟我儿子住的比较近，就这个单元跟那个单元就这么近。他闺女呢在盘锦，来往的并不是特别多。包括，这闺女跟她爸来往都不是很多，所以呢，我帮助我儿子帮助的比较多一些，因为毕竟是近。要想说是一碗水端平呢，说心里话，我还真就做不到。我倒不是说我这性格大，心也大哈，不是说谁好或者是不好，这两个孩子都特别好，她闺女也是，可实惠了，就跟俺家老季性格一样，不爱吱声，腼腆。但是一丁点心眼都没有，我都曾经嘱咐这个闺女，我说你自己长点心眼儿，我都嘱咐过。但是跟他闺女走的不像我们跟我儿子走的这么近，他呢也是离婚的，刚开始他没离婚时候呢，他家闺女刚出生1个月，满月的时候就跟他妈去盘锦了，在他姥姥家待着，一直待到现在，跟奶奶家这面呢走的不是特别多，所以说不是那么亲近也很正常。但是逢年过节啦、赶礼了啥的。这闺女丫头都来，我们赶一块儿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离盘锦也不远，过个桥就是，俺家老季开车，俺俩就去接闺女去，俺们一块上哪去赶礼呀，或者上哪去玩啊，都带着她。但是不像我们家孩子走这么近，是也是因为我们这离得也近。还是那句话，我真是真心做不到，闺女和我自己这个儿子能做到一碗水端平。这个私心可能是。就是他家也说不出来啥，真的。因为我以前做买卖的时候，就是也是我挣的比较多一些吧，因为我非常努力，我这是愿意吃，能吃苦，非常努力。所以呢，就是我儿子刚结婚的时候也是穷的啥也没有，连房没有，孩子租的房结的婚，也是啥也没给儿媳妇儿。就是条件稍微好一点了，我多补偿他们呢也是应该的。他闺女呢，就是在盘锦呢，每年都是。种水稻、养河蟹，年呢也是不少挣，条件肯定比我们强多多的，太多了都。人家手指头缝拉拉的，可能都够我们1个月的生活费了。再一个呢，我偏向我儿子呢，他们家为啥啥也说不出来呢？就是俺家老金头那些年，老铁粉知道啊，新铁粉不知道，也是不咋省心，几乎这10多年都是我自己在养家。老金呢，愿意耍钱、赌钱。那时候都玩大的呢，越穷越耍嘛，没有钱我俩就干仗。就说心里话，我那可真是跟他俩把日子熬过来的，真是熬过来的，天天都不着家。那时候那情况就啥也别说了，别说是我伤心呢，就他亲兄弟姐和妹儿，包括他家闺女都不愿意管他了，都到那种程度。后来就是，哎呀，咋说呢？我俩也分开过。打击呢，这打击挺大的，没人管的了，毛干爪净的，一分钱没有了，这才知道浪子回头了。完了，他才改好，我俩才带，我就带着他做买卖呀，干点啥呀，这才慢慢把日子过好了。所以说我这在挣钱这方面呢，我比他挣的多一些，我帮助我儿子也是应该的，因为我儿子跟我，也遭了不少罪。我家孩子5岁的时候，我带我儿子净身出户，什么都没要。衣服鞋都没要，那几年过那苦日子也挺苦的。俺家老金说实话，他也是挺有良心、挺公平的。他也跟我说，他说咱俩呢，把儿子先那什么，先扶持好了。毕竟他家闺女条件挺好，不用我们惦记。把儿子先扶持好了。毕竟他那10多年呢，挺亏欠我们娘俩的。有他这句话，我就挺知足的。就包括现在哈，儿子儿媳妇对俺家老金也是可好了呢。俩孩子过日子也仔细，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自己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。俺家老金说要想吃啥，哎呀，那不管多少钱都给买，可舍得了。那但是老金对这俩孩子，说实话也是挺稀罕。俺家老金自己都说，像俺家，你看这一家四口哈，现在有孙子了，5口了，说就是能处到像俺们家这样的，就是挺和谐的这个氛围吧，真的挺难得的。他也特别喜欢这种家庭的。这种气氛，这我也挺知足的。盯着现在改好了，是不？他闺女那方面呢，不用我们惦记。我们就是多帮帮孩子。这段时间孩子反正也挺难，
我们虽然条件也不宽敞，但是呢，慢慢过呗，日子。所以就这样的，有挺多人不理解呢。你看你对你儿子怎么怎么地的，哎，又要帮看孩子，又给买房子，又怎么怎么地的。说实话，就是有的人不知道，我就是，我住的这个房子是写的我儿子儿媳妇的名，他俩结婚没给买房啊，这个是写他俩的名。但是他俩呢让我搬过来，当时我家是出点状况，就让我先搬过来了，我俩先住的。我的那个新房呢是前年给他买的，那个房子是写我俩的名，我跟老金的名。就买这俩房子，说实话，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花老金一分钱，都是我自己做买卖挣的。我买那个房子的时候呢，那个是写对我俩的名，我大概出了是，五分之四，那五分之一呢，老金能出上，但是我不计较这些事儿，谁多了少能咋地？能谁有能力谁多挣点，不没有能力就少挣点。老金呢，就这样，就这么个实在的人儿。你像想让他挣大钱，他也没多大能耐。咱当初你也是照这样找的，是不？我一点也不埋怨他，反正就是。俩人在一起，互相搭个伴儿，好好过日子。将来老了，两个人互相照顾，别连累孩子，我就感觉这样就挺好。这也是我一碗水端不平的这个原因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尽管在评论区跟我留言，我都一一如实的跟大家唠嗑，因为我这超级实在，有啥说啥。感谢大家伙替我磨叽啊，拜拜。